即摆咧休闲啊，吼。是啊，啊果子嘛有好甲歹，啊若歹有糖蕉的，咱就不爱滴啊。哦，所以平常时要注意吼，要爱那个喷农药嘛吼。哦，迄是一个抗战啦。其实咱脚踏的土吼，嘛拢有叶肥呢。啊若无，是啊，无迄树啊发袂水啊。但这是变成叶肥哈。哦，我迄就搞工啊咯。第一只树啊吼，个边啊两公尺，咱就挖一条沟啊。等于讲这规抓的这树啊吼，边啊。啊，开一条沟啊，然后挖五十公分深，内底啊放有机的肥料，然后再用土再盖起来。啊，树啊发了唔得情况。啊，你搁做者物件爱学的吼？爱有信心，吼。朱先生，啊，你无问题啦吼。我无问题啊，我学啥物拢足紧的啦。卖多操蛋啦。好啦，朱先生，我先来你教讲，这接机安怎接？哦。这接机吼，咱就是从这来破开了，顶头。咱要接落迄个机，爱是敲过，然后提一只再来来固定，吼，啊，固定爱捆较好势，啊，然后你看几工以后。哎，太长来了，阿弟啊，食饱未？食饱，食饱，来来来，你规矩你啊。你要未开始算，就开始推销，安尼敢好？哇，好心提规矩，你阿去讲安尼啊？哎，啊，山顶进行到安怎？手续拢办好啊啦。哎，不得了喽！你这嘛是山主喽，去条就要山贼哟，山主，哎，别给他开啦。其实我这嘛心内吼，哇，足紧张的咧，一步跳啊，我足惊的吼，我做甲唔好诶。原来你也会紧张啊？是人拢嘛会紧张啊？你看头一届呢，而且也伫阮莫名当中哦，大型看挂保证的咧，讲我一定给他做甲好好，但是做甲唔好，哇，一定叫莫莫别个臭头。听我是寡妇的，有我在边啊吼，参详解决绝对是无问题的啦。这道理我知道啦。嗯，对啦，你吼听我就对啊。哦。爸爸。哎。没有困觉吧？哦，没啦。我将这瓶哦，给整理一下啦。无要紧啦，先休息点茶啦。哦。来。哇。哦。你先过关啊哈。哇，真够安尼，我向往一看哈，我了解是咱这山顶的姑娘啊，水噶。你哦，都吹起嘴啦。既然来了，我带你去山顶哦，行行看看。好啊。好。妈妈，你看这长啊，哦，这个糖加的啦，这条喷农药哦，将那糖哦淘死啦，啊，直接给剪掉哦，那么这糖哦，哇，拖个才紧呢。哦，爱先淘死啊，不然拖开哦。对哦，对哦。哦，安尼哦。哇，你看，这丛哦，这干嘛？花个有够水哦。嗯。大粒水够巴巴吼。有。哎，这丛哦，有够撇布啦吼。伊讲哦，这中迄个主干哦，那个枝条，啊，这边啊许啊，再发出来哦，再当继续养分。啊，这干嘛生出来哦？再大粒，好看，够好食。嗯。爸爸，你真正足搞的呢，起码吼，大人拢巴人呢。哎，这吼，无啥吼。努力我较赚嘛，哦，对了，来，头前看嘛，好。快点，快点，还是较紧的哦。好。刷刷，看看又困了哈。阿弟，你过来嘛，又困了，过来。阿弟，也无用啊，来来来。哎，剩无偌济啊嘛吼，系啊，剩些呢。哎，完了啦，大家要先休困一下啦吼。好。中昼食了，再来搬啦。好。好好，辛苦辛苦辛苦。队长，过去结婚哦。我多啊，阿就结婚嘛。啊，还有我多诶，开解啦。
哦，你真啰嗦，阮要都无管阿济。嗯。阿弟啊，嘿，哎，山顶用了安怎？最近吼，我这脚手无够啦吼，啊，等王爷遐规矩哦收煞吼，我再来去无用啦。等收煞，嘿，啊，就收煞，啊，今尾无用啥物？嗯，爱收感冒啊。啊！而且感冒过年前收一种，啊，过年后佫收一种，而且遐路爱清理理的啦。吼，感冒就感冒，佫有遐尼侪种。哦，就是种的哦。安尼不管是哦，拢规矩通修行啦。种感冒学问遐尼大。嘿哦，好啊好啊，我不管是有规矩通食就好啊。啊，对，你顾食就好啦。啊，无用吼，再无用吼，阿伯姐。曹老板啦。哎，阿弟啊，嘿，下班了，嘿啊，哇，辛苦辛苦嘞，明仔日不是要爬山啊，真麻烦你啦，啊，你是咧客气啥啦，反正嘛是顺路啊，啊，我要叫你阿爷吼倒脚手啦，无啦，定定甲你麻烦了，歹势啦，你哪里讲啦，啊，明仔早起八点，哦，我知我知，这个麻烦了，我们要买签卡书，你无用，我咧无用哦，啊，你要买高年级啊，低年级，高年级，安尼哦，一只，一只家看来，家己拣来，来，小朋友家己拣。好，来来，好，开镜啊！山顶吼，拢会麻烦曹老板，佫歹势。哦，啊，咱即摆迄钱够唔够？你算啊，我想买一个中古的，买一台火车。迄到时阵吼，水管若修成吼，就免另外开钱请人来载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你真少算看卖啦，啊，若无够，唔好勉强嘞。哦，我知啦。阿爸做生意的，哦，啊，你会记得吼，爱先去跳票哦。我会记啦，哦，较早困的啦。哦。你往下讲吼，伊讲你杂草吼，嗯，拢会挂挂的啦吼。上好是连只根哦，把它拔起来。那无，伊吸收咧土内底养分啦吼，嗯，啊，你感冒吼，伊就吸收袂着，安尼洗出来哦，就袂水啦，袂讲都水个巴巴呢。来，请人才用。一天嘛吼。唉，咱哪有遐两箱钱哦，请人来斗三工啦。嗯。妈妈，这应该怪我啦。怪你？要怪你啥啦？哇，为了这批山哦，我哩才忝，阿爷甲当三工。哎，你平常时爱上班，啊，假日吼，搁爱来做山，拢无时间休困，家己吼就已经忝到安尼，我要怪你啥啦？搁再讲吼，我家己甲假日来斗三工尔，啊，你遐尼啊辛苦，我忝两三工，哪会要紧啦？当初时吼，我只是想讲哦。在修行的时阵哦，
哎呦，囡仔吼，日子好好过啦。你好困啊，我先来挂挂哦。爸爸，你进来啦！是安怎啦？哈！进来就对啊啦，进去进。安怎？你哦，就参像我安尼体力，健体力，好，好，好体力，好，把手开开，好先开开哦，有开开无？好，把手开开，好，开开，把手哦慢慢啊闭下紧，好，你快点下。这哦，就是天公伯阿送予你辛苦的代价啦。嗯，好水哦。嗯。我今天找你哦。哦，我先去啦哦。等下跟你讲哦。你去无用。好滴啊，我来付给你遐。好，你去。不知道，你找我。哎，阿德啊，中兴的这一批纸怎么会是这个价钱啊？报告副局长，这个价钱已经是最低的了。我知道。你一定只给人家砍了20几块，这些中心的老同事啊，都在跟我抱怨。哎，副局长，我知道你很替他们着想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水利局这次经费也很紧啊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大家都是政府单位嘛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再重新议个价？报告副局长。如果说价钱没有很明显的问题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重新议价。哎呦，阿德，我要怎么说你才会懂啊？哎，报告副局长，我知道你的为难呐、啊，但是我的工作哈、啊，就是替水利局用最少的价钱来进货。那至于价钱合不合理，要不要进，我觉得决定权在这个副局长。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我要去工作了。阿静，阿静，是啊，阿静是我啦。哦，千官哦。阿静。千官，阿内面坐过。啊。来啦，阿食饭未？阿未呢。等下做伙食啦。好啊。来，请坐。谢谢。妈，妈，哥哥。真心娘。阿别叫人哦。哥哥。哥，带去拍球。好啊，我嘛要去。啊，都要食饭啊，拍什么球？清源，啊，你哪有闲来？啊，我阿爸讲，我好好静静啊，叫我下课时阵吼，就来坐一下。啊，首先甲你讲，阿公做生意的代志，拢已经准备好啊，咱明个早暝甲登去啊。安尼哦，啊，你阿爸是来做为甚物呢？啊，对啦，你若放假吼，无想要回的时阵，会当来住阿静家，安尼你台中嘛较有伴啊。好啊。好。
啊，进吼，过来炒两个菜，恁陪哥哥开讲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有没有乖乖的念书啊？有。念的怎样？还不错。真的吗？妈妈，你出来看哦。嘿，阿姐，请问阿姐来啊？阿姐买新车。系啊系啊。来咯。你等来啊？系啊。你来好。阿爹啦。啊。阿姐，阿你买新车。好啦，中国的啦。未歹呢。未好。够强啦。你妈妈，这以后那是一定老出哦，来做山，要靠伊啊，吼。对啊，嘿，那过两天啊，开车成功哦。好，阿爸，阿爸，好好。下来。好。哦，你很乖啦，哈。阿静，说你会行好啊，哈。嗯嗯。阿贵。苏丹丁的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来，坐，摆弯弯来，坐弯弯。大拍细拍，好啊！哎，这里这里哦，好。所以囡仔哈，吃海，啊，你要钱麻烦了。哎呀，哎，遐侪戏啊，我阿都爱搁做戏呢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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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事业都爱穿较精致，无讲洋潮。哎呀！这哦，唔知老大安怎，要穿一款物件去。哎呦，唔知啊！我这双鞋吼，但嘛唔知买几啊年，过一年啦。啊，这双鞋吼，一年吼穿走一遍无。哎呦，都不爱穿个这只麻烦，才因那是吃害。啊，做餐人穿皮鞋吼，博袂惯是因都拢唔知影。讲什么？哎呦！我穿些什么物件？哎呦，哎呦，咱这马拢啊几啊年啊，咱嘛唔知穿的啊。哎，讲在做生意都爱穿安尼。哎，在里话吼，那个小孩晓得没有？啊，搞阿里话。你看更加好，好来，大家倒半截，倒半截，哦，哎，快了吧？哎，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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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哎，真的多嘞，啊，哎，好了，加保险啊，一样，我这里有，哦，把这个多，我来铁杰豆宝姐姐，好，姑娘，可以啊，啊。等下吼，你找一个时间啦，这条阿爸。你家己提就好啊啦。你听话就无唔对啦，吼。安尼哦。阿爸，这杯好你的啦。嗯。祝你吼老空间，食饱伊。哎呦，那只功夫啦，阿芬啊。一定要足友好诶，这是应该啦。我来提豆包，好。来来，大杯啊，朋友吼，祝阿爸生日快乐，食饱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快乐，快乐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祝阿公生日快乐，来来来，阿爸生日快乐。讲哦，祝你哦，高大汉，高大子，干杯，喝多少？喝多少？
搞不得。哎，对了。乖乖。我的嘛。大哥姐姐。什么地啊？那只胖，饿两个山啊！甘甘吼，系啊。马爹，嘿，你安尼连假期都无多休困难了。唉，我家己决定哦，要做山，啊，当然家己利用时间啦，对不？马爹，公务员哦，时间白条条啦，无像阮哦，这里啊清闲。弟兄，你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也唔讲吼，这时间也是家己会晓安排吼，嘛是感觉时间足济啊。哦。阿爸，我你讲对唔对啊？对哦，点过要交代啊，恁这三个啊，唔管以后恁有想要做啥物头路，还是事业啦，要做正经上要紧哦。啊，想要安尼斟酌斟酌，啊，认为讲这样做无唔对，啊，都要认真拍拼落做。啊，这当然咯。阿爸，吃得啦。是人生也无闲去拍。难杀的啦，我系正正红伤啦，咱规气都共买啊。哎呀！哎，阿兄囡仔无爱入来困哦。哎，过年外口吼，甲阿兄遐囡仔吼咧算白啦。啊，你无爱甲因话的呐？因若算忝嘛哦，家己转来困啦。大伯若转来哦，就算甲遐晚啦。伊去讲哦，阿爸常常讲你哦。讲我，讲我啥？伊若拄到厝边隔壁，伊就讲你这媳妇偌好，拄偌好啦。真是的。嘿啊。哦，原来你叫我提红包阿爸，就是为着要阿爸人娱乐你哦。大家你才知。啊，你唔知啦，阿爸迄个个性哦，我了解啦。我若提红包给伊哦，伊绝对袂收的啦，伊干那利啦。而且哦，我嘛希望你甲阿爸的感情哦，会当较好诶。阿你我唔知爱甲你说多些。嘿啊，当然的哦。我你心机遐尼啊重，迄恁阿爸呢？我乃真乃心机重啦吼，这友好，友好爱用头壳。哦，阿你你唔着足巧。我着巧才会带着你啊。还是有影啦，你真巧。袂见笑。你啥袂见笑？哎呀，阿爸吼，就要麻烦你照顾啊。阿伯再见，阿伯再见，好，再见。啊，有时间哦，卡只带看老的。我知，我知啦，吼，最放心啦。我就卡只带啦。哦，我知啦。再见。好，谢谢你哦。阿伯，你就来问下铁头。哎呀，你买来铁头啊。阿伯，再见，再见。阿伯。阿文呐。这个你无用输业哦，伊无用转来，你大家一撮囡仔转来我看看嘛。啊，你厝内面都该顾好嘞。我会啦。哎，我就是用你唔对，阿妈。啊，你咧做迄个家之园，啊阿爸干那即个独头爷五六十年上高的，我来跟你斗三工啊。哦，好啊，阿爸。我若有欠人哦，我头先找你啊，一定的哦，嘿啦，一定的啦，好，我本来等啊，好好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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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囡仔就带好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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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到家尔啦吼，后面去带用行的啦。哦，来，我去，我去。可以啊。阿伯，听好。没啦。听没好。阿伯开始听。哎呀！来啊！你哪么起来呀？哎呀哎呀！你要叫俺行啊？啊！阿英，现在上领给你看看来啦。
感觉真正啊，足好个呢。哎，我家己照顾啊，哈。是啊，若无你吼，这片山的果子那种会起来啦。哪有啦？后摆就来山顶哦，都爱互恁请食果子啊啦。这有啥问题啦？哎，希望吼你定来来山顶啦吼，阮阁有遮侪问题要甲你请教呢。对啊，啊，阮也无经验吼，啊，阁有真侪代志要问你呢。哦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一定甲你讲。好，多谢多谢。给，等下你看卖哈。好好。OK， 我大概是想我有机会啦吼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对啊，你进来。喂，水利局。哦，你稍等一下。阿爹啊，电话。阿爹啊，电话。喂，嗯，嗯，我在，我在，嗯嗯，好。阿爹啊，嗯，这阵啊看你啊，真忝的款。我，我。想替你足欢喜的，啊，阿兄莫安尼讲啦，这拢是疫情哦，很照顾啦。较早我实在真歹势，阿兄过去代志啊，莫讲啊，你讲你创啥？不是阿兄，迄当阵哦，我一直想要甲你说多些。哎呦，你莫讲我歹势，我是足见笑的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哦，你当阵哦，若是无安尼讲吼，我就袂去想的哦，要做给大家看。我总有一天哦，我要复婚的因哦，过好日子。阿母啊，阿母，哇，乖哦，你阿妈，嗯，阿妈，接清闲啦，啊接清风啦，是哦，哎呦，公子应该好，泡茶泡茶啦，好啊好啊，来来，妈过来，哎呦，哇，饲甲真水啊，做蛋的哦，嗯，来恁啦，哦，哇，这老人阿姐，哎呦。拄啊放的啊，等下嘛袂真吵啊。阿春哦，阿姐炸两个啊。啊对啊对啊对啊，等下哦，我嘛去餐厅啊，挂一挂香蕉互你炸的。啊，真笨呐。啊，家己尽量免钱啦。对啦对啦，你客气啦。啊，你整理的山是整理了安怎？有啊，啊，今嘛吼，还搁在整理啦。啊，放假搁爱做山，你身体都爱顾。有啊，我知啦，你放心啦，吼。啊，是还袂开始种哦？无啦，就种种迄地主吼。又种一挂甘麦啦，啊，应该是要收成啊。对啦，啊，拢已经办啊啦。好好好。啊，拢恁两个翁仔某咧母呢吼。无啦，那等要收成的时阵哦，阮会请人来斗三工啦。啊，但即马整理吼，就是阮两个俩啦。啊，迄山遐大片，啊，恁两个哦，要母啊当时啊。哎，别紧别紧，到时阵哦，大家拢会去甲你斗三工啊。不要紧。
紧啦，最近草莓卖硬硬啊。对啊。是啊。安尼就歹势咧。歹势啥啦？啊，之前阮食恁公家发的迄面粉啊、甲米啦，都毋知食偌济鱼啊，阮都拢无咧歹势啊。对啦。那照你安尼讲，我收成的时阵，你都爱一手一手将水果扛去扛了哦。嘿呀，阿姐吼，大车都别等你来咧。我看这一定要开一条路的啊，那不然你收过浪费时间甲人工啊。嘿呀，我嘛是安尼想啦，上好才会当开一条路啦吼。那呢，我系替补，叫咱开来，再下过节啦。对啊。啊！你林刚哦，我插几丁人哦，来才开路啦。啊，我哦挂草，爱用开路，这工就该做好，啊，你较妥当啦。我真麻烦你。别别别别别，应该应该。谢谢你啊，你先得先。这样，谢谢你哦。哎，那你别了啊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来，谢谢谢谢。金姐，我带恁舅啊，要叫一挂人哦来才解大窝咯。啊，你有啥物朋友哦，叫伊来大沙岗啊？好啊，我先叫人。多谢啦，麻烦你。我客气啊，客气人啊。你来记哦。好啊，做会到，做会到。好啦，不会一挂平那边咯。有影吼，人济吼，做起加较紧嘞。系啊，哦，有影遐斗三工吼，有影嘞，因脚手吼真紧。你嘛拜托诶，人遐做田做偌济年啊，啊，田像你这吼，公务人员来兼诶。嗯，就算讲我是兼诶吼，我嘛兼啊做专业诶啊，对无？才做几工尔，就讲家己专业。嗯。诶，现在恁个朝向吼，要好名好做紧张啊。我那不光你较好饲啊，较好饲哦、喔。你较好饲，那无规矩啊，好做些金山啦、金条啦。我哪会知啦？哎，哎，记哦，田志勇阿兄哦。嗯。田志勇阿兄要怎啊？啊，伊就要替我去那个饲鸡场哦，走一挂。饲鸡场。嗯。啊，伊买迄个鸡屎啦，要阿肥啊。鸡屎做肥料，啊，袂臭臭淡淡吼。袂啦，诶，人今卖迄个鸡屎哦，拢是拍好大呢，啊，而且吼，佮包装佮好好呢。哦，安尼啊，啊对啦，你今卖专业个呀？诶，还佫有啦，迄个车个只行轿佮锁匙哦，拢放伫拖底，吼。好啦，我也袂用开车。唔是叫你开啦，啊，恁阿兄来吼，你去鸡场，毋是爱用着车。伊先打电话啦，伊才摕回去啦，吼。好啦。喂啊，起起起哥。哎啊。面筋啥？放水啦。好。来。你明仔透早过来坐火车，唔赶紧困。嗯。哎。你去台东哦，还坐足过火车啦？你我今仔伫车顶无通困哦。哎呦，车顶迄款困法是愈困愈忝啦！啊，你去几工啊？毋是拢咧坐火车？好啦，我若到位，我会开两顿来。你家己有啥物代志哦？叫遐囡仔来做三工，你莫伤忝啦。我知影，你家己顾好啦。好啦，好啦。刚是算短啊呢，像阮先生大概出去哦，拢爱几礼拜的。啊，好加在迄个囡仔读册哦，免我操烦啦。哎，对啦，啊，你后礼拜有闲无？哦，伊个囡仔若卖吵，逐工拢嘛有闲。
是安尼啦，啊！你顶一摆毋是甲我讲哦，你进前有送一挂衫去予孤儿院遐个囡仔，我着买一挂糖仔饼，想讲嘛起来去用食。哎，好啊，啊！我再来问看迄侯太太哦，有闲无？咱家做伙来啦。好啊好啊，啊！就安尼决定啊呢，我赶紧来煮饭啊啦。好啦，好，好，你刚才又搁讲吼。对面出现的门口，敢有贼人呢？进去。有贼人。喂，喂，胡内啊，恁到外口哦，有贼人敢要偷看车呢？啊？偷看车？跌倒，老卡啦！啊，你爸无贴，唔知要安怎啦？妈，你莫紧张，我陪你落去楼下看卖。哦，行行行。走去啊！哦，这卖贼人哦，愈来愈好打啦！哎呀，清源啊，你要把阿婶惊到哟！你来困在遮啦。阿婶，歹势啦，落我来时阵吼，就看到恁电火拢禁起来啊。我想讲恁落去困啊，歹势甲恁吵啦。哦，你惊甲阮吵起来哦？啊，你这囡仔来遮尔啊故意啦，哪会用困车顶啦？阿老太太因哦，叫是有贼人要偷看车嘞。是累啦。这吼，阮三伯后生啦，叫千元啦，啊，迄老太太啦。您好。好，无代事就好啦，哈。啊，多谢啦，行行行，进去吧。哎，快进去啦。哦，刚要看门啦。啊，真歹势啦。没啦，后边来哦，店员知影无？连续两年过去，很爱丰收，下至五个囡仔读册大汉，阿爹的辛苦嘛小可有价值啦。囡仔对来山顶，嘛知影囡仔爸的辛苦，尤其是千里。囡仔爸头一遍出差的时阵哦，我阁也当作是囡仔嘞。想袂到吼，伊阁会到掠贼啦。虽然是一场误会，啊，不过这两年伊开始愈来愈捌代志啊。安尼嘛，千里。已经在高中毕业了。考掉一中是倒一个啦？这个啦，第二个啦。这么高读书哦？无啦，无啦。
啊，你那边哦，怎啊安怎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那有闲哦，去遐看卖，甲管无一个。好啊，过来甲我看一下。好，我来无闲哈。真无闲哦，来，干杯，干再见。再见，再见哦。阿妈，我昨天讲过了，你这个山哦，绝对袂认丢啦。丢啦，你上高啦。下面跟妈妈先起来。哇。哦，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。来来来，你掉来哦。来，来来，你好嘞，啊啊啊，哥，来，老李，爸，安怎？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是安怎哟？我今年想要去考军校。你有甲你妈妈参详过？阿妹，我想讲先甲你讲一下。你家己想好就好啦吼。什么时阵报名？下礼拜。来，请。找一个时间吼，爱先甲你妈讲一下哦。我跟爸讲啊，阿爸讲啥？爸叫我先跟妈讲一遍。跟妈讲哦，都较无希望啊。妈妈。Hello。我有件代志吼，要开始参详一下啦。恁两个卖多少算头啦？安怎啦？啊，无啦无啦，你卖算头啦？地下不能忘我们家用。爸。妈，阿明家袂记得哦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阿哪哟？
是安怎？那才紧张啦！你嘛较好心的，这尼啊危险的代志，你拢唔知别人的烦恼心。哎呀，我去做兵时阵，你要对我特别照顾哦。厝内要出大歌哦，伊就会紧张啊，你比我紧张。地主长，甲哥讲遐话，就感性的呢。